各位，是鄭順文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下晝幾好陽光噶，喺實時嘅衛星雲圖都見到喺香港附近嘅朝早雲量咧係幾比較多，不過之後雲層轉薄。而風勢方面，今日初時係吹和緩東北風，之後見到風嘅箭嘴咧係明顯轉向噶，係轉吹東風，而且風勢係清勁。大風加上雲層轉薄，內陸嘅散熱係比較快噶。喺新界，例如係上水同埋大埔咁啊，普遍最低咧係13-14度左右，比市區咧係低2-3度左右噶。喺下晝6點喺尖沙咀嘅天文台錄到氣温介乎16.6至19.9度，6點鐘嘅氣温咧係18.2度，相對濕度73%。跟住將時間交俾田先生。啊，哦。预测会大致多云，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，会比今日暖一啲噶。气温介乎18至20度，而周末期间受到温暖潮湿嘅海洋气流影响，早晚会有雾，最高大约系23度。不过之后又有一股东北季候风嘅补充咧，系抵达，会凉翻啲噶啦。咁听日系吹东风，空气清新一啲，预测空气污染指数最高咧系80，而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5，强度属于中等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气预测。澳门是多云，广州有骤雨，厦门都是多云，台北有雨，上海是多云，北京有雪，首尔多云，而东京明朗，曼谷是明朗，新加坡和吉隆坡有雷暴，雅加达有骤雨，胡志明市有雨，马尼拉天晴，澳洲墨尔本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有骤雨，奥克兰是明朗，美洲纽约和多伦多天晴，温哥华明朗，三藩市和洛杉矶都是多云。睇埋欧洲，苏黎世和巴黎有雪，法兰克福多云，阿姆斯特丹天晴，伦敦是多云。呢节天气报告完啦，再见。